永远陪着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贺家吗？你这是？父亲眼里有了女儿，女儿才有贺家。继承家业，其实对女儿来说，并不重要。这是黑胎青瓷的烧制工艺和原料配方，都交给父亲了。北周的紫金土我也求了刘姐姐那边，她答应我一巡之后就通过她的良心镖局送1000担过来。其实我都听叔叔伯伯们说了，您在他们面前夸我瓷器做得好，女儿虽没亲耳听见，但女儿心里高兴。舍不得啦，用不着。那二位大婚的时候，咱们还得回来嘛，是不是？别不开心了啊！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哎，你还记得你那个二哥把咱俩骗到酒楼里边，还给咱俩下了那种药？我最后抱着你给你放床上的时候，我特别想，一下，要不咱现在给他补了去？你想什么呢？你看，跟我在一起，保证你日日笑得肚子疼。啊，赵神医，快治治我的肚子！怎么又不高兴了？赵全，嗯，跟我去深山做瓷器，你当真不后悔？嗯，我想过了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但我只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你做瓷器成功了，我就跟着你一起笑；你做失败了，我逗你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永远跟你当伙计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永远陪着你。